真的厉害哦，每个人都想要。
姐妹们黄明德，你为什么每次都出绝招的？为什么每次没有按牌走的？人家这样子讲就这样子讲吗？还要这样死的？对，要每次要有人喊他的名字，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啊！啊，有有有，我们也试看，我们试看，我也试看了，你们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叫。软去了，拉心丝哎，真的，你不要去又一颗了。啊，影响到我，到我。哦，不能跑了。我是 Angie， 不够大声，再来一次 Angie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变小声？变啊，因为他们对我温柔。啊，对，女生就是这样子，很奇怪。对，他们比较没有这样粗鲁式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是名字的关系。你看啊，阿尼那个嘴巴就关上了，阿尼，他们讲明大，对不对？啊，改天你改来正的，你改阿花，也是很大。阿花，对对对。因为要大家喊名字，要改名字，那我要打电话。